红莲是由嘉义张义国将军集团主演，张志明领导全班冠军。怕天，当今天主将出国，就该皇儿呀！八路天子，猫儿叫，甘留住啊！今秀才甘家的，言论之我家人们，恐动害之不。除了东车时，要在天下分为两派，空中派以及昆仑派，要来在叫这个卓先锋八月十五开设建功大会。论我感觉这内面暗设五关，形同我母亲，也是干我多想。这李娘的老脚，手也一个金香怪，八十一斤呢，也是普通的人物要下面斗法，也无遐尼简单呢。我希望今仔日要来离开这个甘家地，那个联络着空中宣派，下当啊八月十五来收拾昆仑派。我家中事务一切交代明白，并且我查某囝甘连珠来匹配红贵母为妻。论起我甘家这一个内中的规矩，有入不出，人会使入来甘家这，未使出去。我内中布置的真好势，现在要来离开，来，内中相请。老太太，不欠老太太来喽。拜见母亲。哎呀，今日喂，你今来相请你的母亲，有什么缘故呢？何以为别待呢？今日欲望离开甘家地，联络空中派，八月十五。修理昆仑了。哦，既然如此，今日要去小心，若耽搁这代志，由我保管。啊，尊重母亲了。今日要来离别，就敬四乡八拜，不用改言了。果然今日离开了，还有奖奖，我哥哥守在甘家地。甘留住的我，离开甘家地，
福晋万物，红莲是联络着昆仑一排小将，有够不合来到世界之了，率先锋八月十五到我的窝。大家一直亲，可悲姑娘秀三年，虽然在此风景好，思念故乡挂在心，在下姓洪名桂武啊，住在着浙江安家庄的徛起，为迄当时乡亲杀连亡国，我一个姑表洪文莲匹配在通城，我的姑丈陈友成听说我姑丈杀连去世了，而且还有一个我的表弟名唤陈介石，我的姑表表名叫做安哥，在通城批文时名震天下，威名四海。我要到通城探亲，无形中在半途遇到我的岳父甘流子，把我回转到甘家地，相待着伊的女儿甘莲子。匹配我为妻，我来在着甘家的经过半载了，唉，我思念着我的故表未成性命，我希望讲到在厅堂来恳求着我的妈亲，就放我下山，望往通城探亲咯，准备对厅堂进发了。老心甘二太太应许哦，在着这甘家地，今日甘流子啊，行动也是武动派、空动派，而且以及着安分派三派联名，希望后日要来修理昆仑宣派，即将离开甘家地。家中事务交代我一切了哩，今早在此的小道来了。拜见马亲，哎呦，我一个幸好的孙婿到一身，是啦，一边来的也马亲这位啊。哎呀，贵母。是啦，马亲，你今来到这个厅堂，有什么缘故？马亲，我有了一桩的代志，来恳求马亲，你唔在当容允无？哎呦，我有啥物话，做你讲无问题。哈，因为我离开这个故乡，要万往通城探亲，至今未曾到伊。我希望要求我的马亲列当当前的孙婿，我到通城探亲了后，再个倒转来甘家地，好无？哈！你要离开甘家地就对了，是啦。你敢预先有注意的？我预先有准备，好。你预先有准备，对，好。你若甲预先有准备，我应准你明天早起落山。哦，感谢阿妈，不但是安尼，
我明仔早起五更早办一桌酒宴，安尼澎湃澎湃啊，甲你饯饯，安尼互你食一个心愿呢。哦，多谢多谢嘛，也无我倒转来对外找小干明哦。呀，你的车少，难免含你事业斗阵也好啊。安尼，阿妈，你坐吼，请了。唉，贵母，你唔知影甘家的规矩哦。你既然啊，甲要落山，这也罢了。后台明天的消息如。实在我的阿妈对待我真好，要放我下山咯，我赶紧入房，对着我的车小眼明紧行落去啊！念老人，我姓甘名连珠啦。你陪我红婿、红贵母、红某结发经过冠寨，哎呀，也未曾有了这个怀孕啦。现在我的红婿、贵母今早起唔知对倒去，并无来到绣房，在家伺候，早上一早。哦，原来夫人倒转来心呢。哦，是啦。夫人，你今早转来安尼夕阳熠熠，为什么缘故吼？我今仔就要甲你报一个消息。我明仔早起准备要离开甘家地，哈？你要离开甘家地？你受什么人引准呢？受咱阿嬷引准。阿嬷那引准呢？有一个干多的，明仔再要引准我下山。上朝五更早起，要办一桌酒宴，真正澎湃。若咱阿嬷某食一个心愿，通来离开。哈？什么？明仔载？哦，真奇景，你唔在死我咯？哈！我讲这句话出来，你应该甲斗欢喜，目屎全练出来。为什么缘故呢？你实在唔在死我？甘家姐，会使讲会得入，未得出来。你今仔日粗心大大间要求着阿妈，要让你落山，明仔载伊五更打起。一定办酒席给你，哇塞，哈！无你即马甲我讲啥？安怎好多哇塞？哇塞，你唔知是？你唔知我甘家姐丢了五关？哦，头一关啥物人一个把守，你知无？过去是我阿爹。现都是我家庭无伫咧啦，而且来命着林伯一个镇守。第二关就是甘福，甘福就是我的兄哥。第三关我是我的兄嫂。第四关张大娘是我的母亲。最危险就第五关啦。第五关什么人？就是阿妈。你敢唔知讲马前，伊上古掠一支金香怪，八十外斤。上车，迄个金香怪，唔是普通我按铁棍来造成的，完全有浸过毒药。人若无拍着鞭巴，哪会拍着？话无三日咯，你知影无？
你明明明仔载要找死路，一道酒宴要引你到阴司地狱，互你吃一个甘愿的啦！哈！果然这个代志，我切话，但你嘛要带念红母求婚，事到如今，我无来去明，我已经甲阿妈讲起了。我看你也是卖离开口，明大丈夫男子汉，头可断，自我屈。我一旦必然放出，驸马难归。要来去就是要来去，无论我会死，我也要离开这尴尬的。什么？会死你也要入？到这个火热之心，我。自个人难做的，不甘任苛刻，天灵即火度，我绝对要离开。你若敢要离开，自个人难做的，这种红事就爱做红城，这是修的三重素质。我看唔通干明仔早起，若干明仔早起呢，咱的性命危险，也唔要怎样。咱利用今夜三更时分，反备行李，偷走下山。哦，真好个计啊！阿娘，赶紧准备款行李过来。反备行李明白，你我三更时分即时离开甘家寨，走走啊！恁大家呀、啊，你捌我无？我唔捌你咧。你若唔捌我，报一个名号你知影、哦？我一个姓姓林，名叫做爸，林爸就是我。阮大王甘流子镇守第一关的，因为今仔日阮大王无伫咧，伊啊老太太命我镇守，有接到一个情报，你知无？啊，啊哪种的情报？讲明仔早起，这个鬼母要离开。甘家的，讲叫阮维持这个五关，伊那是会当经过我第一关，也未当过第二关，会当过第二关嘛，未当过第三关。晓得无？恁四关通过，第五关嘛未得过，要改结果伊性命，啊！叫阮今夜讲，请伊多走，爱少在着这个第一关。真大的注意，听下咧，爱较注意哦，唔通往来，哎，哎呀，咦，有迄个脚步声，起起突突，伫面头前起来，好，我暂时甲闭咧，我睇，死啦，我去，对遮来哦，较注意咧，遮第一关咧，第一关是林达，哦，安尼是，对、哦。阿鲁，哎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！啊，我唔知你系叫什么人，原来姑爷，姑娘啊吼，哎，林爸，对啦，对啦，对啦，林爸，你在这里创什么？哎，我来伫这里过关呢，啊，恁两个唔要倒去吼？哎，我两个要出来散步，后底散步逛大学啊，无迄个代志。恁阿妈交代了，唔通让恁落山，我看大学关咧，倒转去绣房。遐若无真正今仔日我林爸就无客气，什么？你敢敢含我相杀？大娘啊，我唔敢啦。你若是今仔日真正要含我相杀，你爱想看卖哦。过去我有听说你，有啦，你足听话，逐早起嘛安尼提一高银，我去食豆奶配馒头，啊，我也敢今仔日我来挡起你，我绝对唔敢和你无过啦。若唔敢我无过，你目睭放起去。翻过，怎样？啊啊啊！过过过！啊呀！哇哦！前车，赶紧过来去！阿龙，过来去！靠边啊！靠边啊！